英镑大贬值，港人劲蚀失落。英镑对港元上个礼拜一度跌至9.32水平。英国通胀大暴走兼经济恶化，英镑对美元今年已经急贬超过一成。不少港人会去英国旅游、探亲、升学、投资英国楼和移民。有对换定英镑和一早投资英国楼的港人，因为账面蚀账而劲灰。与此同时，找换店老板自爆兑换英镑的金额急增三成，有代购趁势加码，是英国数名牌货稳真银，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。欲知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留意最新一期东周行。